国人可说礼貌，动作亲密，让型男当场误会。法国人礼貌来，差点被打。美国大学那边是很多法国留学生，那个法国人他就哎、欸、你好吗？很正常、啊，这不是他的那个吗？哦，我们家那边不行，他很乡下哎。对，你讲到重点，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